该工段主要整合了木材、板材等物料的破碎处理，木材、板材物料经机械手进入缓冲平台，通过振动链板进入漆片机进行粗粉。因为物料在搜集运输过程中零散、方向不一致的难题，通过平台链条运输后，再经过振动输送机，物料均量规整有序地进入木片机进行削片，保证了设备的产能跟效率。第一道烘干工段